功能，我永远做不到。说到这个峨眉武术学院，很多朋友非常熟悉，但我每次都想开场，是因为他们曾经在很多世界大赛上获得冠军，世界青年锦标赛、青少年奥林匹克大赛、世界太平这个太极拳比赛，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上面，他们又获得了世界冠军。可以说美国队出去比赛一半以上是来自他们武术这个峨眉武术学院的，要是说在美国国内获得个冠军，那简直是不在话下啊。那么呢，他们呢是真正的为弘扬我们中国的这个武术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接下来请大家以热烈掌声请出峨眉武术学院。